这个是大白的，大白的放这边，来拿过来。看起来好像都一样的塑胶袋，回收居然有大学问。我觉得很惊讶，原来那些被我当垃圾的东西都要在这边再分类一次。这个地球已经拢破坏掉呀！阿上人讲的讲吼，我们大家都要一起爱地球。所以说传给下一代。这个我阿孙，伊那无上课，阿有缘过来。十五岁的蔡奇瑞从小就跟着阿妈参与慈济活动，阿妈行善助人成了他最佳榜样。我觉得他很厉害，因为这些事很不容易，要坚持这么久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很开心啊，我也很喜欢他一同来做啊，很乖很乖，感恩感恩。看到少年的就想做希望啊！啊，即卖有这少年的会当传承啊，而且会当传承啊，无拢传这老伙啊。尽管正值青春期，不过一有空，蔡奇瑞仍选择陪伴阿妈一同到环保站做回收。他知道多一份力量，就能够让受毁损的地球变得更好。大爱新闻学员林湘红树高雄报道。